啊，你这样在哭哦，哭嘞，干你狗娘啊！你说什么？是不是跑掉了？妈的，出来巡逻你没跟上，你怪我？你老几啊？我们想走，还要跟你报备啊？做人的道理，你现在跟我讲做人的道理？我在的时候，你为什么不跟我讲做人的道理？啊？我永远都只能在休息站和休息站之间不断在移动了。如果当初小的来到台湾还是过这种生活，还会花那么大的代价来台湾的。只有这个是我的。你在干什么？好紧张。你在干什么？烦。好好。拜托，法文课这么贵，其他的东西我都可以教你，只有这个我真的不行，所以你不要再教法文课了，好不好？你来了。如果我是跟那群人同伙，我现在应该设法用这个牙签把你戳死。你知道芯片在哪里？你知道芯片在哪里吗？三个机械箱。啊，好，等我一下。来个糟了！我找我。谢谢。阿尚亮，尚亮，好，来来来。你明星这样啦，哎呦喂！麦叮当啦！本来想说应该蛮简单的吧，现在是觉得有点不习惯。拜拜，啊，妈咪拜拜哈。Don't worry, all right? 我一定帮你争取。这样不对吗？如果你这样对我的话，我真的会疯掉，我会崩溃的。可是我好爱你哦。看死你哦！靠腰啊！你搁那边喘气，我搁那边跳落呢。笑。什么？笑！较冷静的啦，一定有别个方法通好解决嘛。你安尼做，敢有价值？啊？你做代志要有方法，爆破我也不能改变这个世界。这就是我的方法啦。你咧？She'll have this drop behind.
That's why I cannot sell it to you. When I talk to you, I feel like we have known each other for a long, long time.